最高首长乘坐有史以来最好的军车一入场地，勇士进入十号的轮胎，翻越了城墙。他就是这样，是潜能万足如无物，喜欢把弟弟路当，并且始终沿着此坡的上缘行驶，无力无力。此坡突然不觉过弯，车内已经不灵加速度，看必拔葱，力拔山，气盖世。这还仅仅是用快板前进，还有足够的动力储备。勇士在继续如影随形，全时速进系统十四号轮胎源源不断地把动力输送到地面，限滑差速器和中央锁点装置都恰如其分的和新密集的车身经过高科技建造匹配，置身车内闹钟取静。西藏军区部队训练军方试验人员在报告中毫无保留地赞叹道：“这司机不了解状态下，他会轻松通过无路、无槽、摸过了60%以上的山路成功。”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全新一代的勇士的耐久性能远远超过军方要求。后面紧逼的是北京巴黎。北京巴黎生来就是要重塑御车江湖的盟主地位，它外形强悍硬朗，行业能力是名副其实的。王者的飞行在直升机架构，机身210兆，排山高墙高使用比例高达54%，车身扭矩高度达到8100牛每毫米，甚至超过了四驱和博士9.0的 EFP。此在雪域高原，抗美最近看能取目。2017年，北京巴黎荣膺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车，原本完成香港回归20周年，从建制中领领呼风唤雨的老大，那八面玲珑、无所不能的角色，就当属刚登进我们视野的这台北京40。他是从事到了上的偶像派，也是场地的实力派。没错，他就是在影片《战狼二》中多次临危受命，带领男主角成功行阵。在这张漂亮的内屏下，有一个军车几乎一样的性能指标，该几次试验完全参照国军标，哪些实力我也是不会轻易告诉大家。北京四零中央区就能征服面前就走超过30度的长坡，不同于实验中的场景，我们的越野车手实力也完全不用，小心突入水中。